Oh Lord！ 嘿，大家好，我是宅男老徐，今天来做一道超快速的居家料理，就是国军红烧牛肉面。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国军红烧牛肉罐。老实说，在我当兵一年又十个月的日子里面，这东西我还真没看过，也没吃过。看这东西的配给还是要看单位的。这玩意有人赞不绝口，但是也有人吃到想吐。这个罐头是由云林的新兴食品厂所制作生产的，而这间工厂呢，创立于1973年，原本是隶属于行政院退辅会的，是专门提供国军副食品的工厂，甚至他们也提供了当时所谓的星战时期的空飘海飘政治宣传物，所以这个东西根本上就是个活历史。据说早期在军事演习的时候啊，比如说爸爸或阿公经常在说的师对抗，也许他就靠了一包营养口粮跟一个牛肉罐头，就要在野外撑三天三夜。后来这间食品厂呢，到2011年已经全面的民营化，所以我们才可以在民间的通路买到这个当年只有在军营里面才可以吃到的牛肉罐头。虽然现在的包装已经看不到国军两个字，但是它依然保存着这个军绿色的底色，还有这一头老黄牛的图案，只是不知道里面的滋味是否和当年师对抗的时候一样呢？希望曾经参与过师对抗的老学长们可以告诉我们。好，现在废话不多说，肚子饿了，开始制作今天的料理吧。Let's go！ 以下是我准备的材料，第一个，我们今天的主角红烧牛肉罐头，再来就是面，没有面就不是牛肉面了。原则上这样就已经可以弄成牛肉面，但是这不能满足我，所以我还要搭配一个青菜，最后当然也要来点青葱来提鲜啊。然后那个白菜头啊、红萝卜，为了再强化它红烧汤头的滋味，所以我们需要添加少许的调味料，比如说花椒、胡椒粉、五香粉、豆瓣酱、番茄酱以及啤酒。第一个步骤，先切萝卜。萝卜就切到你喜欢的大小，原则上自己爽就好。那接下来煮面汤，把菜头放到这个自来水高汤里面，先用大火把它煮滚，盖上盖子，用大火煮到大滚。大滚之后，我们再用小火再继续让它慢慢炖。这个菜头的硬度哦，软硬度就煮到你爽为止。萝卜切好就先让它去煮，然后把握时间洗菜、切菜、备料。再来就是酱料部分，我个人还是比较习惯先把酱从罐子里面挖出来。但到时候煮的时候，因为我可能我手比较笨，到时候煮的时候才不会很慌张。不用太多，只是吃个味道，因为它的罐头汤本身就有咸味，但是因为我们希望它的味道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们还是会再加一些。原上一个牛肉罐头，我们可以煮成两碗的牛肉面。如果你个人食量大一点，整颗罐头就一个人吃吧。我今天用的调味料啊，什么酱哦，并不是说我推荐这个，而是我去全联啊，看到谁会买什么，其实选择性也不多，所以我并没有说一定要哪个比较好，并没有，只是我刚好买到那个而已。不用加太多，就是提个味。再我们看牛肉罐头，这罐头在开之前都一定要先清洁它的表面。因为这是常温下，所以它这个牛肉的脂肪，这个牛肉脂肪会出现，不喜欢的可以捞掉。这个牛肉罐头，其实这里面的牛肉最好吃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时候。我们先来吃一块，直接吃吃看它的味道是怎样。它的味道跟那个什么满汉大餐啊、泡面里面的牛肉味道蛮像，但是它肉明显大块扎实多了。我们待会这个汤跟肉的部分要分开处理，绝对不要把肉丢到汤里面一起煮，因为肉会散掉。而且肉最好吃的时候就是现在，它的味道没有跑掉。如果你丢到汤里面一起煮，它的味道会被稀释掉，所以我们待会只把汤加进去，肉的部分我们另外把它加热。
好，现在把汤汁跟肉块分离。OK， 好，它一罐的肉大概这么多，我刚刚还偷吃了一块。OK， 我们现在来把罐头的汤汁加进来。其实刚刚那个牛肉，如果你不介意它的温度跟面差太多，你也是可以不需要微波加热，因为当这个肉块放在汤里面，它很快就会被这个热汤给加热。我们再加八角进去，然后把我们的番茄酱还有豆瓣酱加进去，增添风味。喜欢豆瓣味重一点，就豆瓣酱加多一点。你可以自己调配出黄金比例的红烧牛肉汤哦。加一点金兰酱，一定要的，那就是一定要的，加点米酒，增加汤头神秘的厚度。我们再让它煮一下，另一个炉子来烧热水煮面。烧完之后，我们转小火，加一点胡椒。喜欢吃辣就胡椒加多一点，还有五香粉，五香粉哦，不要太多，一丝一丝感觉一下就可以，搅拌一下。来，撒米猪米，面就看个人了，有人喜欢吃粗面，有人喜欢吃细面。OK， 面好了，接下来我们把它捞起来。青菜烫一下。Oh Lord！吃面时间到，首先我们喝一口汤头，不错。不过你特别喜欢开胃的那种八角的味道，你可以放两颗八角。有了红烧汤头是比较甜的，加了番茄酱还有豆瓣酱，会让这个汤头更鲜甜。味道不错，我们吃这个萝卜，原韵适中啊，赞，太爽了，就是要吃这种有饱足感的面，今天的主角。不错，老实说，它的肉绝对比不上外面那个牛肉面名店的肉，虽然看起来蛮厚蛮大块，它的肉是比较吃起来口感还是比较干柴的，然后它的味道像那种调理包的牛肉的味道，但我个人是觉得还 OK， 尤其是我们平常在家里台风天啊，或者是时间很短的情况下，想要吃一碗肉大块的牛肉面，罐头是不错的选择。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吃啊，真的，一段时间就会想要来一碗。